中国拥有黑五千年的文明史，在这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发生的战争不计其数，数不胜数。其中有朝代更替而发动的战争，又或者君主和诸侯之间的内战，强国和弱国的拉锯战。在古代，由于历史文化原因、地理地貌导致的经济上的差异等等诸多因素，战争频发。其实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开疆破土、抢夺资源。 让本国的政权国土面积更大，资源更丰富，政权更稳固。在中国历史上发动的战争不计其数，有的称之为东征，有的称之为西征，有的称之为南征。可为什么就没有北征而被冠以北伐的称号？这其中有什么历史背景或者文化渊源？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征者，上伐下也。这句话出自于《孟子》当中。在中国古代，崇上天。 君亲，君王就是除去天和地之外，天地间最大的掌权者，旗下的所有诸侯将相均被称之为臣，一切要听从君主的旨意行事。如若有一天君主发现某个诸侯不服管教，不按照自己的意思办事，那么君主为了惩罚这些诸侯的错误行为，就会发兵教训一番。君主教训诸侯的战争，就可以称之为争。就如《书·允征》中说的一句话。 奉辞伐罪曰征，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强国攻打弱国，也可称之为征，强者为尊，弱者就要看强者的眼色行事。弱国要臣服于强国，如若不照章办事，强国就有可能发兵征讨。伐这个字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当中，伐本身是个会意字，由人和兵器割组合而成。在《说文解字》当中，是以为人手持兵器，割是古代的一种战争用兵器，形似大号镰刀。 顶部有类似于矛的尖刃，在战斗中可以先用顶部的尖刃刺敌方，如若落空，可用镰刀勾其头颅。所以“伐”就具有了砍头、砍断、征讨等含义。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征”在古代汉语当中是一个褒义词，这类的战争是合理合法的，就如君主发兵教训诸侯一般。它更多的是以上对下的战争，它是合情合理的，就如兄弟之间的内斗一般。而“伐”这个字则不同。 它是一个中性词，中性词较于褒义词就显得没那么高尚了。发一般可以理解成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找出攻打对方的理由，写一篇战争檄文，昭告天下，既能令己方士气大振，又能令自己师出有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是不达。当时曹操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制汉室政权。 刘备就以曹操的这种挟天子为不忠不义作为发兵征曹的理由，让自己师出有名，名正言顺，命诸葛亮出师北伐，也就有了孔明六出祁山的故事。其实，当时的曹操兵多将广，实力强大，蜀国相对弱小，这是诸葛亮以攻代守的策略，对曹操不断的侵扰，最终导致曹操无心攻打蜀国，更有利于蜀国提前做好防守准备。伐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在中国古代。 无论是经济中心还是政治中心，都集中在黄河中下游等平原地区。南方经济发展缓慢，势力孱弱，对南方的战争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而北方则不同，北方多是游牧民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这些少数民族骁勇善战，善骑射，又占据地理地貌的有利地形，很难攻打，胜负在五五之间。北伐就因此存在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或许就兵败而归。流域的北伐战争。 就是东晋和南朝时期比较成功的北伐，而南宋时期的岳飞抗金，则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失败。之所以用北伐，就有杀伐的含义，不再讲情面，不再像东征、西征、南征那样讲究战争的规矩，什么先礼后兵等等，以击杀敌方为主。你桀骜不驯，我就以武力击杀你，征服你，令你不敢再惹是生非。所以，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东征、西征、南征出现的几率很多，而很少出现北征。 北伐更多的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战争，存在了太多的可能性，很有可能就饮恨败北。在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王朝之间的交换更替无疑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只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南征的成功几率明显要高于北伐。从史书记载中不难看出，南征的成功例子不胜枚举，然而北伐成功的却屈指可数。请扫平六国，统一天下是南征。 隋朝灭亡，陈国是南征；蒙元也是南征南宋，从而统一中国。清更是扫平南明，正回权，统一了天下。这些都是南征中的成功例子。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做到了成功北伐，也算是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葩记录。这个人便是明朝的开国君主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从南往北打，最后在北方汉人的暗中帮助下，得以快速顺利的推回藩蒙元统回制。 建立了汉人正回全大明王朝，享国界二七六年。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北伐成功的人，堪称是奇才。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北伐难于南征呢？且让我们慢慢的分析一下。首先，南北方经济发展不均衡，南方水草颇多，粮食充足，经济较为发达。南征的军队可以很轻易的在南方就地补给，继续战斗。但是北伐的军队到达北方后， 那里无论是粮草还是经济都比不上南方，特别是在冬天，北方如果实行坚壁清野，北伐的军队便会面临粮草不济的窘境，导致被迫撤军，根本就不用北方军队打。而这也许就是诸葛亮为什么北伐始终未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六出祁山之中，诸葛亮有好几次都是因为蜀军粮草不济被迫撤退。其次，南北地理地形差距显著，北方主要是传统的中原地带，地形主要以平原为主。 非常适合古代士兵集聚，很容易组建大规模的步兵和骑兵兵团，形成合众之力。而南方则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交通不便，老百姓居住十分分散。无论是征兵还是军队集结，耗时较长，而且效率也十分低下。往往是南方军队集结完毕，北方军队已经早已严阵以待了。这样北伐如何能打得赢？最后，南北士兵彪悍善战程度很不一样。北方由于处于中原地带。 经常要和边境上的游牧民回族交手，久而久之，北方士兵战斗力直线上升，而且也非常善战。反观南方，地处江南水乡，自回游自在，舒服快活。南方人习惯了养尊处优的日子，那么在战场上的南方军队又怎么打得过北方军队呢？北伐不成功，便在情理之中了。伟大的领袖毛主回席在晚年精读过《明史》以后，曾经感叹过一句话，他说：“唯明太祖一人可北伐成功矣。” 真乃其人也！想必以他老人家的满腹韬略，肯定也明白，当年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北伐成功，很重要的一个点便是，尽管当时北方处于蒙元的直接统回智回下，但是那里居住着大量的汉人，正是因为这些汉人为朱元璋进攻蒙元提供了充足的兵源和大量的粮草补给，才使得朱元璋能够顺利北伐成功。其实，除了上面列举的那三个原因以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那就是南方主要以步兵为主，由于没有良好的养马场，骑兵的实力比较差劲儿。然而北方却有大片优良的草场，培育出了许多战马，因而使得北方骑兵的实力大增。南征途中几乎是所向披靡。要知道，在古代战场上，骑兵对步兵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大炮对不回枪。北方骑兵几乎是以摧骨拉朽之势干掉南方步兵。由此看来。 显然，南征相对北伐来说要容易得多。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除了朱元璋先有北伐成功的例子。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经历了艰苦卓绝的经历，他利用自己的才干和勇气，最终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朝。然而，在他的统治初期，中国仍然分裂和割据，局势不稳定。 为了实现中国的统一和稳定，朱元璋开始了北伐。北伐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明朝建立之初，当时中国仍然存在着许多割据势力，包括南方的吴、越、楚等地方势力，以及北方的蒙古、明朝前身的红巾军等。这些势力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导致了人民的生活困苦和国家的不稳定。因此， 朱元璋认为，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使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这里是史约馆，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